是在议会之前都是在讲食品安全的事情。哦，很难搞，很难搞。阿志同志对于我们那个年轻的爸爸妈妈、校园的这个食品都非常的关心嘛。今天他们两位特别来监督我。各位好朋友，大家早安哈。我这郑志峰董事长啊，是很久很久很久的时间了哈，我都以为是做电机的。那前几天大概刚上任，他马上就说：“哎，那个吃饭，我们来聊聊食品。”这个东园在13年哦，大概就认识几个什么摩斯汉堡啦，哦，阿乐啦乐啦哦，这个其他我就比较不熟，不晓得说东园餐饮集团哦。做的比东园电机还精彩，那个董事长到哪里啊？这个精彩就到哪里，亮点就到哪里。啊，真的很不简单，企业家嘛，那个我们整体的董玉敏哦，能够提供那么好的帮助，然后开拓国际的市场，还有国内的销售的市场，都要表达非常非常诚挚的感谢，因为对我们地方政府。这个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关心啊。那你看，包括我们紫光的那个会计班啊，阿乐呀，那个永湾啊，这个永丰班啊，这东西上好食啊。啊，看迄个老盖摩斯汉堡哦，永丰班班就班班，我想这个东西足好食，足好食啊。你其实你看，要食上班哦，那是出轨出轨的代志啊。但是咱都有历史。世界在做商品，拢大概咱的衣商品拢有上好，啊，所以咱个咱啊，台湾个企业拢一定甲咱当属有感谢吼。啊，有一个足大个计划，后界要拍国际杯吼，啊，我这个用对我一定是做咱吼，这个台湾队内底坚强的个活动啊，追随我们黄董事长吼，啊，还有我们些这个什么志邦啊、戴主义啊，我们一起。行销我们台湾的这个农渔产品嘛，让董事长都知道说啊，台湾东西好，台湾的食品其实是世界一流，所以产销履历啊，竞争政策啊，这个很重要。那高雄刚刚我有跟董事长报告，刚刚你两个腿得力打广告，那边倒租的东东东地上来，赶快要起定哈，我来副起定，我来金花局局长，我来广告处。叫皮养肉，还海洋局啊，我都会全力来跟我们追随我们董事长的其他大兵啊，都祝福我们这个东园餐饮集团啊，这个采用我们在地的食材啊，当然一定生意兴隆啊，品质保证啊，又是这个安全为食品安全的保证，所以再一次的要感谢我们黄董事长东园餐饮集团啊，还有所有的。谢谢。好，我们谢谢我们的市长。